Hi guys, People's Daily Online reporters have come to Wenzhou City in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The city is home to a group of world-famous entrepreneurs, Wenzhou merchants. The purpose of this trip is to find out why Wenzhou merchants are so successful. Let's figure it out. 你是江华妹是吧？哎，对。哎，我是专门来找你来，我听说你很厉害。客气。这是你的店吗？哎，对。那么多。这个我们今年的新的产品，走吧。开始的时候嘛，生意还刚刚做，啊，朋友肯定也是很多，啊，我想还是在自己家门口啊，个小摊。你是这样开始的？哎，是这样开始的。很多人啊，就是说听了你做生意。很多人不理解的，他说你做生意就是小贩子，大家看你都低人一等的，成家以后家庭有家庭有小孩，又要出去做生意，这也是一种女性的一种挑战。对，温州人的经商是靠头脑去经商，因为我们温州人呢做生意的头脑是比较灵活，也是肯吃苦，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什么都要自己去克服。我们温州人为什么会走出天南海北，因为我们温州人不管做事业做好做小，我们中温州人的一句话，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方，才能创出来温州这么新的生意人这么多。我要在温州开始这个创业的这生活，我要做的第一步是怎么做的，然后我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创业伙伴。那我建议去一个地方，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个答案。那挺好的，那感谢你啊，那我先走了，谢谢。我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张华妹推荐你们，她觉得你们是最合适的创业伙伴，您同意吗？可能是因为我认识的人比较多吧。当然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了温商的精神。本来也想来这里请教一下，就是想了解为什么就是温州人做的生意做得那么好。世界有什么地方都有问题，资源贫乏，那你只能有勤劳。所以说温州有农民，有农民的勤劳，有女民的勇敢，还有团结，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文化形成的，代代相传。温州可能家族企业是一个家族企业的发源地，先为民，这个家族的影子很大，大家的目标同样的一个目标，把事业当个履行自己的职责，真正尽量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关于跟你父亲相当的，就是有什么故事吗？我父亲有三个小孩嘛，其实在我们眼里嘛，我父亲还有四个小孩，唯一呢也是我父亲的小孩。我父亲，我当成事业做的。对，我当做事业做的。平时礼拜天，有时候我们都见不到我父亲，都在公司里面了。确实就是我父亲非常的执着，做事情非常认真勤奋，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们。那我很好奇的是，可能因为我们外国人是把工作和家庭的事情分得特别清楚，可能下班以后就不再聊工作了。我不知道你们下班以后还会继续聊工作的，或者也是忘记了这件事啊。就像我父亲说的哦，这个工作是他的事业了嘛。所以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工作和家生活呢也分得不是那么清，对，但是就是说我们自己不是说我被动的去那种就是好像工作以外我必须要那个加班或者怎么样，而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成了我们一件关心的事情。在我印象中我父亲是一个对家庭观念非常重的人。在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还住在农村嘛，我父亲每天就是那个他会提前下班回家帮我们洗完澡再去公司我想说温州人也其他温州人也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对家庭这个观念对家族家庭的这个情感特别的深。所以说你们这热情啊深入下去，你会热爱这个温州这个争取的土地。家很重要，
亲情很重要。这个能感觉到。对，你慢慢的会感受到这种更家的感觉。就是晚上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我总是感觉到特别的温馨，特别的幸福。啊，放松的是吧？对，非常的放松。我想这种家乡的味道，可能就是我们温州人对家的理解。我发现了这几天在温州盘子就是都是这种红色很高的，有什么温州的区别吗？就是通常都是过年的时候我们才会用这种盘子拿出来，就做一个过年的节庆的仪式，主要是这个。所以呢，它就是比平常的盘子又高一点，同时又带有颜色的红颜色，喜庆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商会，我想多了解一下商会对就是企业和下人是什么作用的，就是怎么可以帮助他们。我们有175万的温商在全国各地，哇，那么175万数量很庞大，全国各地有268个地级市以上的商会。其实温州它是这样，它是7山2水一分田，资源非常缺乏，所以呢就是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以后呢，它逐渐就要走出温州。早期呢就是走出温州，很多都是做小生意，所以它慢慢到全国各地去走了以后呢，就会形成了很多温州人在一个地方集聚。早期它是属于是老乡会，它主要是呢就是乡情的延续，另外一个呢看看有没有很好的商机能够一起合作做点生意，慢慢延展到就是现在这个阶段，那慢慢它的功能就显现出来，更多的是能够传播正能量，更多现在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就是这个疫情来啊，我们第一时间发动海外的温商进行采购，也是你们就是我们商会来进行发布消息，号召他们从海外往中国运后来呢，我们马上号召我们国内的这个商会的成员再采购国内的设备设施往国外运。因为温州人有温州精神，走遍1000山1万水，说尽1000言1语，吃尽1000辛1苦，用尽1000方100计，所以才有今天温州人的事业的成就。过去叫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现在呢还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看黑板就还要不断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能够我有幸当这个会长，也是很多我们商会的企业家群体对我的一种信任。所以我觉得人生这么短暂，总要实现点人生价值，能够让我赶上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让我温商能够发展，所以我是很乐意能够为商会做点事情。明白。所以我觉得企业的发展也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温商群体在全国各地和世界乃至世界各地这么大的一个商帮能够使它能够很好的一个这个延续和发展，要靠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商会的会长的用心的付出。我作为会长我也更多的能够要带领我们商会的群体能够在自身企业发展的同时能够也要考虑到我们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This is the end of our stay in Wenzhou. The people here told me a lot of stories about the city, the beginning of its entrepreneurship, people's efforts, and their future. No matter where your starting point is, you have to experience hardships in order to achieve success. No matter what your ability is, you have to do your best. No matter what difficulties you encounter, you will always have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This is Wenzhou.And this is the Wenzhou spirit. I will face everything in life with this spirit. Go for it.